哎，你是买倒位啊？我买迄个高铁。 早上6点多，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妇人来到台铁彰化站，才发现没有火车可以搭。会想无开点在？有，我唔知呀，啊，去到六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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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是往南，往南的哦。往南的，安尼我唔是快往北的。只剩加开的第一班，6点08分南下往台东，北上的没有火车，要改搭类火车，旅客好傻眼。那你看这些都是瘫痪的，准就这样。 不知彰化、台中站也有部分旅客不知道标定列车全面停驶，还在痴痴的等。我是在等十几分，所以现在没有火车。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火车。改搭客运，行程大抵累，本来简单的一趟车，现在要转来转去，让旅客直呼好麻烦。这很不方便，因为我平常如果要回二水的话，只要火车就可以到二水，可是这样转来转去我。 计划时间差不多，只是我转车这个动作让我们觉得很不方便。除了扑空的旅客，也有铁道迷特别前来朝圣。因应不加班活动，台铁动员了11名司机员，加开18班列车，但车站冷冷清清，只剩铁路警察来回巡逻。 无疑交通大乱，传出有民众威胁要在车站放置爆裂物来报复，铁路警察出动800多人，在各站加强疏导，防止意外发生。解中部综合报道。